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要继续来看的是莲生法王卢胜彦在伦敦真度雷藏寺讲解十轮金刚戒律的传法开示。再来第五，要守护智慧，要守护波业，遍布恶骂恶行，不可以骂人，不可以骂人。对于不好的行为，也不能够乱骂的。不能够乱骂，一个修行人不能乱骂。然后守护智慧，不可以毁谤女人，只能够赞叹女人。然后在任何行为当中，不要忘掉正见，不可以忘掉正见。有不变的意乐，你的这个快乐的心永远是不改变的。外法内法的都非常的重视，不能够只重视一个外法，也不能够只重视内法。不射出滚打，这是高深的秘法。不射出滚打，一切清净，永持菩提心。患者要忏悔，还境，患到这些的人都要忏悔，要还境，还自己的清净。重新受戒，或者根本上是加持。哇，这个用念的好快，一下子就念完。一个男的发一个很浪漫的简讯给女友：“你在干嘛？在做梦吗？把梦传给我。”哦。很那个很浪漫的语气，你在做什么呢？在做梦吗？把梦传给我。你在笑吗？把笑传给我。你在哭吗？把泪水传给我，让你的眼泪跟我一起一样的悲伤。哦，这个男朋友发的简讯啊，你在做什么？在做梦吗？把梦传给我。在笑吗？把笑传给我。在哭吗？把泪水传给我，让你的眼泪跟我一起悲伤。这个女朋友的简讯回复：我正在便便。这个女朋友很老实哦，很老实哦，这是很诚实的人，诚实人就是要这样子守信啊，不可以欺骗你。你不能，那个女朋友发一个简讯给他：“我正在想你。”其实他正在便便，我正在想你。那欺骗人呢，骗人呀！这个女人最会骗人。啊，不，不可以讲。啊，发一个简讯给他，他说：“我正在想你。”哎呦喂！啊，时间到了是吧？哦，是讲我讲的时间到了。啊，老师正在帮一个小学生填写报名表，这个老师就问学生：“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这小学生很骄傲的讲：“我爸爸是省长。”老师吓了一跳：“哦，省长来当我省长的儿子当我的学生啊？”问：“是哪一个省的省长啊？”小学生就回答：“我上幼稚园的时候，爸爸从来不给我买玩具，能省就省。阿姨们都说我爸爸是省钱的专家长，后来说他的外号就叫做省长。”啊，这个可以讲。啊，一个很好色的老翁，他死掉了。他的儿子啊，烧了两个纸糊的小姐去陪葬，啊，用纸糊起来的小姐陪葬，因为贪便宜，所以买了纸面不是很好的。啊，过了不久，这个老翁就托梦给儿子：“你这个小气的儿子啊，那个小姐有皮肤病了。”
其实这里提到手印，手印在密教里面是很重要的。这个手印呢，不能够有皮肤病的，不能够发出臭味的，啊，要五官很端正的，这个身材非常好的，非常美妙的，走路行住坐卧都合于密教标准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这十轮金刚的这个戒律，十轮金刚的戒律，因为时间到的关系啊，你看那个我本来要继续讲的这个闹钟啊，它就更急了，它比我更急啊，本来讲了会很久的，每一样都会讲很久的，都要解释得很清楚，要解释得很清楚，要讲很久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讲到这里。Om Mani Padme Hum，谢谢大家。这是莲生法王卢胜彦在英国真度雷藏寺传授十轮金刚法的戒律。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在当天莲生法王为英国的弟子做出家戒的法语开示。我们首先奉请结摩阿阇黎，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德界阿阇黎，弥勒菩萨，教授阿阇黎，宏观圣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为尊贵的证明。在座的所有的上师啊、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以及所有的贵宾，在这里为你做亲自的证明。那么现在问你，你是自愿进行受遵守出家戒律而不犯呢？声音太小。你有没有当过兵啊？没有。没有当过兵的当然声音小一点，情有可原。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出家？功德回向给母亲，也就是说你是为了你的母亲啊、能够啊、身体健康，一切愉快，那么能够将来能够成佛，所以你才出家。哇，这个是孝感动天啊！出家一般来讲，有的是为自己将来能够上成佛果，下化众生。你为你的母亲出家，你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吗？是。很好。在戒坛之前，绝无虚言。那么你的出家是真正的得到活菩萨的受益跟受记，从今而后，你自己不但要度化自己，还要度化你自己的母亲，还要度化所有的众生，啊，这样子呢，出家才是真正的出家的意义。所谓出家，就是出世俗的家，进入佛门的家。上求佛果，下化众生。那么你愿意遵守出家戒律而不犯，从今而后，
得成佛果。好，我们现在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胜彦弘法行程，欢迎您参考《真佛报》，详情请电0492312992。好消息，卢胜彦文集第235册即将出版，让我们好好参读，报答佛恩。莲生活佛度化众生的翩翩感应，您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卢胜彦最新著作《虚空来的访客》，详情请电0492312992。给你点上心灯，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的是莲生法王卢胜彦在英国真度雷藏寺为弟子做在家菩萨戒的法语开示。你们是不是自愿进行受遵守在家菩萨戒律而不犯呢？这个声音可以的。这个人多啊，这个声音就亮。刚刚只有一个人，所以声音比较小。那么所谓受戒，就是在一问一答之间啊，师尊问，那你们答，这样子呢，就是得戒，这样子叫做得戒。那么菩萨戒是很容易受，但是不容易守，因为做一个菩萨便不容易啊，真正讲起来，做一个菩萨便不容易。菩萨是无私的，他没有私心，他只是为别人而不为自己，才称为菩萨。若为了自己不为别人，那只是凡夫。菩萨就是为众生而不为自己，才称为菩萨。为自己不为众生，就称为凡夫。可以讲起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有的人讲啊，什么是声闻？声闻它就是为了众生，为了自己成佛，但是他不伤害众生，称为声闻。什么是菩萨呢？他自己要成佛，也要众生成佛，帮助众生成佛，就称为菩萨。菩萨还有一点精神，就是说舍己为人，舍己为人就是菩萨。那声闻呢，就是比较次一级，就是称为小圣啊，自己成佛以后再说。菩萨是别人成佛，自己以后成佛，那个是不一样的。所谓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菩萨，就是佛教本身来讲最高的戒律，就是菩萨戒。最高的戒律是菩萨戒，容易受不容易守。那么你们回去以后呢，好好把这个在家菩萨戒的戒本
好好通通都看一遍，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有所为，有所不为。你们回去以后，从今而后，就是一位真佛中的大菩萨，不只是真佛中的大菩萨，是所有佛教的大菩萨，也不只是佛教的大菩萨，是所有众生的大菩萨。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那么现在呢，我们仍然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用净光呢照你们大众，用净光照你们的大众，希望你们得到净光以后啊，从此以后你们身心清净，做一个伟大的菩萨。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是2013年6月23日，莲生法王卢胜彦佛驾欧洲英国的伦敦，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传授十轮金�刚戒律。现场超过了3000名的弟子前来护持。在这里，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这些十日来的辛苦筹备，促成根本上师莲生活佛亲临主持法会，利益众生。而这一次的十轮金刚大法的圆满坛，莲生法王卢胜彦在当天也为所有的弟子做十轮金刚大法以及高王观世音本尊法的灌顶。这里我们真的要非常赞叹莲生法王卢胜彦，从6月21日西雅图长途飞机到伦敦雷藏寺，到这一天从早到晚的真度雷藏寺大法会，莲生圣尊没有休息，没有喊累，看到外面还有这么多弟子守候，师佛仍然慈悲地一一为大家摩顶，叫人如何不动容。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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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莲生法王卢胜彦在结束真度雷藏寺的摩顶加持之后，又驱车前往当天的谢师宴现场。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6月23日晚间的精华内容。南无阿弥陀佛。
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我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要画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啊，看着只谁？爱
在伦敦谢师宴的夜晚，天空又出现了瑞象，现出一道彩虹，仿佛为今天的一切做出最美的赞叹。莲生圣尊的故事总是这么传奇，又这么真实不虚。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盛彦自从《洗金刚大法》讲述之后，在美国西雅图传授心中心印的大圆满九次第大法，依自己前世由莲华生大士扶葬的传承，把密教最珍贵的密法讲授出来，法缘珍贵。所以欢迎您锁定网络直播，并且感恩圣尊莲生法王，请佛住世，祈愿根本上师健康长寿，常转法轮。莲生法王弘法行程也欢迎您参考真佛报，详情请电 049-2312-992。